那我们也来看看平时我们工作的地方到底有多少负离子呢？我们也来探测一下。是的，是15。那么证明了我们在室内工作呢，也是非常多这个正离子的，尤其是就是我们电脑所发出的一些都是正离子，所以我们的人也非常的容易疲倦，因此呢，生命电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来补充我们所失去的一些负离子。